据说有个潜水员的氧气管破裂，导致潜水服失压，把潜水员的整个身体挤进头盔。这是真的吗？在新式潜水衣发明之前，潜水员都是穿戴着铁质的头盔以及带有一根长长的管子来供氧，同时可以起到平衡潜水衣与海底的压强的作用。若是供氧的管子故障，潜水衣里的气体瞬间消失，而周围巨大的压强差会直接压缩柔软的潜水衣，甚至潜水员的身体会遭受巨大的压强而直接被压缩到铁质头盔里。在国外有这么一群人，每天游走于世界各地收集流言蜚语，今天土豪小分队就来验证这则流言。凯莉最先制作小型潜水员的雕塑，托瑞将其灌胶脱模，模拟小潜水员穿宽大的潜水衣状态，格兰则是模拟制作小型头盔，为了更好的观察实验情况，便使用透明的材料接上供氧的管子以及测压计，就可以直接给潜水员戴上。他们找到了适合实验的水池，在经过漏气实验之后，托瑞就穿上潜水衣，带着小潜水员潜入15尺深的池底。等到小潜水员到达指定位置之后，格兰和凯莉就会直接断开氧气的供给。几秒后，我们可以看见潜水员的脖子处已经充满了红色的固体，说明模型潜水员的身体已经有所压缩。过了一会后，可以明显的观察到头盔已经全部被身体充斥着。将小潜水员救上岸之后，让人惊奇的是，小潜水员的胸腔也有被挤压的痕迹。看来仅仅是15尺的深度，水压也是很大的。接下来他们需要用更加接近于人体的材料，并且到300尺深的海底去实验。首先托瑞会将人体骨架模型附上猪肉、塞上猪心等内脏模拟人体，格兰则是将潜水衣进行进一步改进，在供氧的管子上加上另一个开关，可以让供氧停止而又不直接拔掉管子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模拟潜水员就可以准备释放了。在下潜的过程中，潜水衣受到的压力会增加每平方时 0.445 磅。格兰需要在下降的过程中时刻观察测压表上的情况，并且释放一定的压强与周围的水压平衡，防止潜水员在某一深度瞬间被压扁。过了一会，潜水员到达指定的深度，停止释放笼子。潜水衣在这个深度所受到的压强是每平方时135磅。格兰在这时拉下开关，氧气供给瞬间停止，随之而来的是嘶嘶的响声。可以从肉眼观察到，潜水衣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在变形，并且人体模型的头颅处正在以缓慢的速度挤压头盔。紧接着，人体模型里的模拟内脏也被挤入了头盔。从摄像机下已经看不出头盔内部的模样了，因此他们将模型拉到了海面上，可以看到头盔内一片惨状。可以说，在300尺深的海底，压强是十分巨大的。流言被证实，人真的会被挤进头盔。我是但丁，我们下期见。